今天的出棒在三垒方向，哇，王威成的防守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，差一点就是一个 double play 啊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对，这个穿过搞不好都要掉分了。最后林敬凯是靠着野手选择站上了垒包，但你不得不给王威成一个大拇指，反应够快，这个反手最后那个弹跳收得很漂亮，不是很好接的一个位置啊，但因为接球起身之后都要浪费一点速度，所以要形成双杀就比较困难哦，但这还是差一点把它拼出来了。选手们可以好好的休息，放个假。低角度的球，刚好是高国庆最爱打的位置，江坤宇一路退到了左外野，就在李胜宇的前方把这个飞球接进手套，还是一样把球带到右半边，最后是进到了岳东华的手套。苏志杰反应很快，赶快回去踩垒包。也来看一下一垒审这边的裁定是有出棒，最后是形成了三振，也结束掉了这个半局统一 7狮队的进攻，最后是留下了一个差点没有得分。在五局的比赛结束之后，统一狮队是取得6-3三分的领先。那我们真的在看球的过程要小心，第三颗143的速球拐进了好球带，也三振掉了打击的柯玉明。今天好像在进攻的节奏上面就比较没有这么好。反向的攻击找到了岳东华，二垒手打给了二垒手，最后是出局。哇，这一颗球最后是岳东华扑下去，再往一垒来传 ，out！ 岳东华展现了美技，硬生生没收掉了陈杰宪在这场比赛可能形成的第四支安打。王凯成在这个半局上来是投出了3上3下。全新的专属节目哦 ，PS 的100种魅力，赶快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。